游戏就是提出一个问题，第一个人回答的只能用一个字儿，第二个人回答就用两个字儿，然后三个字儿、四个字儿，然后最后一个回答的时候得站起来回答。比如咱试一试一，就是比方你等会儿先说啊，讲完，这根筷子有多长？一，我只能说一个字儿，但是你得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，然后呢还得跟这个问题得挨着啊，你不能说俩字不挨着，那就算输了。那没回答，回答。回答错了的，回答输了的，或者两个人一块儿站，必须得贴合他，是吧？对，对，就俩人一块儿站起来也算输。怎么俩人一块儿站起来？就比如说我说一个，我抢到一个字儿了，然后我一坐下，你们俩忽然间抢俩字儿。对，你想说好长啊，他也说好长，都快站，这叫输了。然后，比方说一个答了，最后一个没答的，这个人算输。就是没轮到你站起来，一共就四个字儿，抢答啊，抢一共就这四个字儿啊，就四等于就是。我估计咱们都过不去第一轮，能？就是你。我猜老秦没明白。来，咱玩一回啊，比方说啊，啥游戏都是输着过来的。我这那就换一个啊，咱先试一回不得了？试一回，来试一回啊，试一回啊。嗯，德云社谁最帅？我。啊，对，就这意思。哎，这就错了。你第二次应该说俩字儿，你输了。哦，不用跟他的问题挨着，明白这意思？我们行吗？可以，就不用跟我不用，是不是得爬他的？不用爬他的，我们也是对的。这输了咱什么惩罚？先说说吧。我提裤子。输了提裤子。输了之后帮他提裤子。那就没什么事儿。就是输了，咱输了，这么输了，谁输了吧？这哎，不行，太辣了，这个不行。我说把这个端起来，端起来叫什么惩罚呀？咱那个二哥知道，那个老秦也开过开背吧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啊，一会儿吃了把这米饭。我负责给你们开背，好吧？好。哎，那您要输了呢？我们四人给您开背。哎，我们立起来，砰！就不能俩，行不行？那不砸夯吗？这就砸一下。这小时候您玩过，指不定您谁输呢，对不对？指不定谁赢。我现在屁股上没那么多油了，来吧，开始吧，来吧。请形容一下刘晓婷的长相。嘿，不白，哎，特别高，眼睛很大。不是他这不是，他跟第一块站起来的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啊。我只不过站起来，我晃一下范儿，对吧？我说出来了。对，看着了，大米饭这是。这个，那我就这么半蹲等着呗。你要那么说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么等着呗。你等着吧。不是，但讲，讲清楚了吗？就是他跟第一个一块站起来的，然后第一个答完，他在这等半拍，说我再答，行不行？刚才那个是老秦站起来说完以后，他那边是，他跟老秦一块站起来，只不过他站到这儿而已。他晚站的，因为他个高，他站起来慢。好，给九龙记一分。好，就行，几分。好，那就是算呗，算不算？要是算的话，我就这样了。算了，这把不算了。不算是不是？屁股不可以离地，统一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不可以离地是吗？那你坐下边。离地玩啊，屁股不可以离开座位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题。秦霄贤的特点。嘿。这算不算？这他俩一块儿算算了。然后下一题。大家猜测王九龙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美、漂亮、大长腿，没她长得高。没她长得高，五个字儿。他输了，没我都不站起来，你们说吧。四个字儿，他得说了五个字。我们俩各记一分呗。对。你不用记，你不用记，他错了，他没错，你就记一分了。那他没说呀？那你错了，你先错了。你要说四个字了，就到我了，我就完了。我就没明白啊。我明白了。嗯，你明白钱没了。哎，孟鹤堂的缺点，矮，眉毛。什么？眉毛？为什么要分开说？眉毛。眉毛是算缺点吗？这你他的缺点不挺好的吗？他的缺点就是眉毛啊。人眉毛怎么了？站起来之后考虑，然后说答案，这也算。人眉毛怎么？人不挺好的眉毛，对不对？你要说没眉毛算缺点，对吧？人有眉毛。行，我想说没眉毛，还这仨字儿，眉毛。我们进入下一集，形容一下自己的相声水平。谁？
我说完了，我说完了。好，很棒，没学会。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，四个字。你不用站了。不对，答非所问。我说形容一下自己的相声水平。吓死了。就我说的对。第三人称，他说的对不行吗？他说的对。下一题，师傅最爱做的事儿。静，咔嚓。给咱仨各记一分，时间太长了。说相声，写新段子。不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得打断一下。我们不是一个师傅，所以说我没站。但你也有师傅啊？我说我师傅呀。谁？人没问那个李青师傅的。人家没问郭德纲师傅。改司机了。哦，我可以回答我师傅。我们进入下一题。上完厕所之后做什么？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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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胳膊。擦，这怎么办？多少分了？他们给他俩各记一分。下一题，最怕什么？水。怕水？你还老是大河里带鱼？蟒蛇。大虫子。很大的象。什么？很大的象。对啊，我实在不知道我怕什么。你想说大象，然后给人愣翻了四个字。其实他这也对，很大的象、啊。不，你这很牵强。不是。大象，很大的象，你不怕啊？小象我就不怕，但是很大的象我就怕。算吗？算呀、啊，为什么不算啊？这个算，这个算，很大的象，这个不是我琢磨四个字，我怕什么？你就四个字。很大的狗也行啊，都可以，你随便说、啊。说狗别拍我。我知道，我就说你说这意思。很大的象，很大的象。来，好，我们下一集，队长的缺点，壮。没有，很懒惰，很完美呀。鸭是什么？很完美呀。你们两个都错了，所以您站起来。怎么梦啊？我看我没什么机会了。好，我们下集。最喜欢吃的水果。杏。榴莲。菠萝蜜，很大的桃儿，什么词儿啊？您这都是桃儿，很大的，很大的。哎，对，树桃吗？我就标注了很大的，什么都很大，这你们就不行吧？这个下回再说很大的什么，就给他扣分了。哎，也不一定，不说很大的。想对师傅说的话，爱，爱你。么么哒，你好帅啊！没有后边那个最后那感叹词什么呀？直接拉一垫背的是这意思吗？我反正没词儿了。你要不站起来，我就赢了。我就跟你一块站起来。上台前会做什么？嗯，也太有戏了，你清清嗓子也算，这都是对的吧？对，化妆，穿大褂，撩台帘子，撩台帘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对了。我就这三个字，他好说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三个字好说，两个字也好说，好点儿。四个、五个我想不出来，五个字我都凑不出来了。就你愣凑。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：钱、手机、身份证，很多的。好。大的，很大的鞋。不是，每人扣一分，对吧？哎，对。死也拉一垫背，对，反正就站呗，他们说我说呗，愣想呗。对，最喜欢的明星，你别一个字儿啊，盖。
一个字吧？算吧。当然算了，一个字的。你别你。陈坤，高圆圆，武林大扎，第一者吧。哎、不是你这。你这还有这样的？你这哎，这个是你哎呀！我以为你说不上来了。我一猜啊，他就憋着拽一个啊，不是我都没法输，我那都五个字的，五个字的，五个字明星，五个字有有啊，那个唱那个斯琴格日乐，什么？斯琴格日乐，斯琴格日乐，格日乐，对不对？对，真是，呀，你看看，好，我们下一题，自己的优点，嘿。他站起来了，他俩一块站起来，哇！谢谢你们啊，我也没想出来我优点是啥。准备下一题，近期的愿望。白，能火，长大个儿。你这拉伸啊！三，二，罚站来了。什么愿望？你想说是你罚站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你不跟我一块站呢？那你想能矮一点？你这样站起来想放个屁，你就坐下不得了吗？那叫愿望。那等于是这么屁憋大的是吧？憋这么高，这把我稳了。莫老师错了七次，哦，稳了，稳了。然后张国伦老师错了三次，老秦错了十次，哦，你稳了，你稳了。你多，九龙错了十一次，他多他多，二哥错了十三次。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说你吗？为什么呀？为啥我十三次？还我呀？来吧，惩罚一下来吧，二哥。不是，就惩罚一个人呀？不是，垫一下来，四个人。不是开背吗？开背，不是开背吗？我开完背再蹲吧。那行，那行，成功了。练。不是，哎，你别这样，那你还起得来？哎，咱们把它这不垫我一下？哎，看能不能给它悠起来呀、啊？行，来试。为什么？啊，这后边是桌子，给它扔桌子上。镇住了啊！先住队。什么时候怎么悠啊？不是怎么悠啊？不是你等会儿，奶，你攥我胳膊有点难受。啊，对，好多了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哎，有谁会跳绳吗？没有。那什么跳绳啊？往机里边扔。不是，那不是，咱往哪儿扔啊？咱什么时候撒手啊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先说。你们能商量好再扔吗？你知道我被扔到水里的时候是感觉了吗？这样吧，这样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一二三，扔到摄像机前面得了。商量好了行吗？人给他还是往上，往上，往高了抛吧。行，往高高了。但是别撒手啊，别撒手。别不撒手啊，别撒手。这没法等，这没法一二三啊。你撒手吧，撒手吧，一二三。不是你别撒手，你商量一下，掂一下。商量好方向行吗？拉起来，不是跳大绳吧？跳绳怎么跳啊？就这给它摇起来呀、啊！没事，能摇起来吗？能。商量好了，也别肉了，别肉起来。我感觉咱们这是就是街舞的，这是来吧？商量好了吗？随机，来，随机来，那个咱们自己玩自己的。商量好了吗？商量好了。好，我们怎么想吧？来吧，我买了。来吧，等。等你知道。是这意思不？对，行了，这样行了。哎，二哥，你再开下背就好了。对，孟哥再给你开个背。对，啥玩意儿？再开个背啊？这个高度差不多。怎么开啊？二哥拿手支着我。不是，是这样吗？就这样。小。行了，有了吗？没有，不是，他是拉伸这条肌肉，然后把这个肩这打开，然后玩学舞蹈的时候，就每天早上起来开背，特别舒服，想一下，特别舒服，不行，你不能反抗，知道吗？就是拉伸，孟哥拉了我一回，又疼了一个月，就这，好了，拉伸，孟叔拉了一回，疼了一个月。